嗯，开来，错剪了。唱片，剪唱片，唱片，唱片。那8点就开喽。开，哎，开。我打的。你骗人，他明明就烧死的，你打的。没有，我上去打的。啊，打到什么？开。没有，我就我那来，你猜这是什么石头？猜对就还你。我猜真能死哦，是虫子死，可恶！1.16.3，1.16.3啊，我怎么给不进去啊？你不用后五码啊，你 IP 是对的吗？啊，你有不是可是啊，不是啊，阿姐，我的我刚小雨有打，我贴啊我贴，你是不是要不听啊？我以为。没有客厅，竟然被魔法金属占据了。我们55分就是讲说没后五码是 IP 了。我知道没后五码，我知道没后五码。是吗？是吗？对啊，我就是连客厅都连不进去啊。哦，还是你想要用1.16.3去连魔法金属啊？但那跟那个1.16.3的话，那个 IP 打1.16.3。对，打打看，开台喽！我开了，我也开了。那是杰克的唱片。杰克，你的唱片被我剪到两片。不要唱片了，我要真人死、奇人死跟重置死了。没有那种东西。加派派派哟！派什么？他的 key 又那个了，又乱换，对不对？对，换。换啊，还换换啊，又敢换啊？啊，一直换，为什么要一直换？换还换？那么换换，换换换换换换，让我换换换换换换。这题都换一换。他等他进嘛，那我去打一个木头。啊？为什么你要打一个木头？因为任务。他的画面小。哦，哎，对，我也有，哎，我也去打一根哈。哦，为什么？团团就是不知道什么右上角突然跳。哎，你把你的木头给哦，想说给团团就好了，不是？拆家喽！打完填回去，刚刚好。我没有哎，还是因为你们都有玩那个模组的问题啊。我觉得可能是旧版本，我之前登太旧版本，然后现在开新的之类的。嗯，有可能。像一些按键有一些会被改掉。啊，对，要看一下按键有没有改。我的现在是没有啦。啊，还没是完全预设。一件旧的改新的应该是还好，对，但是回去旧了就会爆炸。对，都到了啊，好，八点啦，八点啦，今天我有个活动，嗯，这个活动呢叫做自由活动，哦，我的天哪，耶耶，这个自由的味道，那自由，那这个自由的活动是内容是什么呢？随便你吗？大家自己创造这样子啊，自己开创造，好，哇，舞台，哎呀，那我觉得离酱油的梦想越来越近了。哎，真的，我直接开创造，直接可以买一箱献给师傅。哎呦，舒服啦！我这样哎，等有吗？好像没有。啊，如果要还的话，找师傅啊。哎，对，我要来去看一下每日。我现在想想这个，我的我先啊，15号是不是？15、25都我的。好，给你先买起。我就每周没有游泳，就不信会有连庄。每周有游泳啊？我刚有没有？他还没更新吧？去哪？哦，任务还没刷新吧？等一下，任务。好，我想说我游怎么没有那个？我刚刚也是，我也是，大家都跑去游泳。谁的？哦，啊啊啊！啊！买票重买啊！票没了，重点一次就好，我再点一下就好。但是我有那个钱还在里面呢。我身上有3张票，哎，那咋办？放回去？放丢掉就对了，嘿，就上一次的就丢掉吧。那个，我要角落啊！那我就想1号这排了。我要来个玄学，我现在每颗头都不要摆正的。哎呦，啊，要摆啊？这搞不好就会中啊！你要摆歪的吗？那是有吸到我的票吗？为什么会吸到甘蔗还一组了谁的啦？我的，等一下，我身上有点满啦，乱丢哦。那个我的21号，我的21号，三是我的，哦，有点满啦。对，三是我的，还在我身上的票。
一二三丢进去，门票都乱丢。吼、哦，那、啊、你要借过啊，你买完就借过啊，要不然会吸在你身上。刚好，刚好，刚好。还小，岩浆头。谁家狗狗跑出来了？白痴哦、喔，买错位置了。等一下、喔，又是我家狗狗阿呆，为什么？阿呆，因为他呆，呆呆。我要改名。所以你们的狗也会跑来跑去？我没养狗啦。因为身体健康，可是我的狗一般来说是不会乱跑的呀。我也是不知道怎么今天。白天在弄的时候，我的狗自己跑来找我。好对啊，好像上一次他，然后上一次结束的时候，他就开始乱跑，所有的动物都爬起来了，他们开始有了灵性，开始有了生命，爬起来。对，而且我是有一只坐在家里，有一只跟在我后面，不知道发生什么。好，那你要听他会不会跟你讲话？哦，哎，不对啊，这个是他儿子长大了耶。哎，不对，我家有三只狗，哎，这只是我的狗。过来啦！他说：“谁阿呆？你还要呆啦？超凶！你才呆了，你才呆，你才呆啦！我现在有阿呆一号、二号、三号、四号，还有小鸟鸟一号、小鸟鸟二号。你在开车？啊！哎，其实我有在想啊，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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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从静止变开始之后呢，就把那些狗狗做起来了，变成动了，这样。”有可能，这没道理说有些动有些一只有哦，你们有一些没动哦，也是啦，对啊，有道理，比较懒吧，不想动，太懒了啊，好累哦，我想在这边坐着，不要坐着，老板今天不当我的事，我就懒，你真的是钓鱼狂魔哎、欸。钓鱼开掉了吗？听起来很凶啊！对啊，听起来很派，很像那种出海的，有没有？不钓到不捕到鱼不回家，都捕鱼狂魔，捕鱼狂魔怎么越来越奇怪？都要叫狂魔是不是？对啊，今天也比较凶。那有没有刷副本狂魔啊？那没有。那我跟你讲，酱油就是囤钻石狂魔了。我跟你说，对啊，钻石狂魔。我看到一个太。一个蝙蝠在倒立飞的呀，看是你。倒立，那就是倒立蝙蝠狂魔。倒立狂魔。倒立狂魔。不是啊，蝙蝠不是本来就会倒立吗？啊，对啊，它是倒立着飞耶、欸。倒立飞耶、欸，不一样、啊。需要帮忙？需要帮忙？你在哪里啊？打精英吧。打精英。哦。哦。那你是打精英狂魔哦，这只不好打嘞，打精狂魔。我踢错人了，快点！啊、嗯，你真的很懒呢、欸。他记得刀很危险哦，小心哦，小心哦。我有。哇，亲身经验。哎、我把哈基打远一点哈、啊，把哈基打远一点。哎、欸，你又砍我？这是我，是我，不好意思，这次是我。我帮你们，我帮你们把他们砍远。我被砍了，好可怕，好可怕！我觉得我们要实施一个政策，叫做哈基不准砍怪政策。可是不行，他的武力这么强、欸，我快死了。好一系。好一系，哎呦，哎，哎呦，哇，摔下来了，白痴哦！阿基的，我要蹲在这里等钻石。哎，来，阿基，我帮你。等一下，先把小怪清掉，先把小怪清掉。等等。可是要怎么打？这好难打。这让自己消失也可以啊。等一下，没屁股了，那海嘞啊！你直接冲上，这个就跟蚊子一样的，就往前往后，往前往后，往前往后，臭蚊子，海嘞！哎呦，散会，在后面啊 ！OK， 好，哎，好了好了，来，请发表你刚刚说的话。哈基，我想问一下你的指令是有重置吗？重置怎么被我卡了？因为我现在拿到了五张的防爆卷轴，太多了吧？哎，五张不是应该只有一张吗？我拿到了五张。我看看，我要拿到两张，所以有七张。七张哎、欸啊，有五张。见者有份吗？还是今天有榜了、啊？这一次可以，可是我现在马上抽。那剩下的三张黄我放箱子里面。啊，一二三，耶！不是，没有、啊、一人一张啦，一人一张啦。不是都要的，我也要。哎、欸，可是这个头是我的呢。
欸、啊，投你的不是应该是全部人都应该都是我的啊，对不对？没有、欸，可是我记得防爆卷不是谁捡谁的吗？我记得你那个头是那个宝石，可是你宝石取消了，啊、现在没有宝石取消了，那个头就没意义了。说实在，你可以按 tape 看一下，这些血量都是你跟杰克打的。刚挂的剑是满血的哦。没有，我自己也伤到自己了啦。还有谁没拿防爆卷轴？我自己拿一张了，我拿一张，我拿了，还没拿。感恩喜福。我导游面不是两张吗？嗯啊，我放里面了呀。好、哦，放里面了。哦，有了。还在里面。啊，钻石嘞？钻石不是我没吸到，我也没有。哦，所以刚好看到有人有吸啊，这是在哪里？在我身上是不是？这是吗？这是我的还是这个的？我不记得了。如果我们大家都没有的话，就是你的啦，就是你吸到。我这没有，没有。No， 这是我刚刚捡到的，可能在你家哦。我上是零，我们几个人啊？八个。就八个人，小雨不在，小雨不在，七个人。七个人，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你为什么不直接左就拉着、欸、谁呀、啊？谁拿那么快？等一下啦！我在拉，左键，左键不是右键，这样子，这样子有没有？下面是我的，下面也是吗？下面是我的，下面是我的，还我！你怎么办到的呀？左键，左键压着，左键啊，左键压着，你把它全部捡起来，左键压着。啊，我来，你等我。你全部点两下，你点两下，你会玩麦块。都点左键呢？压着，对，对，好酷哦！你是暗扛，外乡人，外乡人，笑死！哎、我刚加入这个世界啦，你们好啊，你们好啊，哎，好啊！刚加入这个世界，哎，这戒符盒是谁的、啊？哦，这不是戒符盒，这是什么？哎呦，稍稍。为什么会有一个蓝色陶土？蓝色陶土？对啊，放在野外啊，一颗是谁放的？这应该不会有蓝色陶土啊。我也觉得很奇妙，那边都有那个奇怪的玄武岩了。对啊，可是玄武岩柱是一条一条的，它是一颗陶土，我觉得超奇妙。哦，可能是曾经的遗址吧。我真的觉得装备是不是不要用玉髓啊？就少一个词缀不是吗？对啊，这个我觉得少一个词缀好像很亏一样。可是它很硬哦、啊，很硬，就是它的整个那个强度有差。哦、防御就要看就比较好了，看你是要防御多一点，还是你就只想领攻击喽？嗯，就是又多一条那个抗击腿，感觉那抗击腿好像就没什么用，还是有、欸。然后有人去那个我的粉专那边私讯我说，你要不要把那个金装变得有用一点？例如说这种附魔词缀，这上面会比较好哦。哦，幸运效果好一点。对，类似藏的附魔词缀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好吧，他基础那个五十起跳这样。结果进副本马上爆掉。副本爆掉其实很亏哎、欸，老实说。没有啊，耐久很高，你就要把他的耐久拉超高。Oh。虽然它还是比一般的低啊，不然就是还是比较脆啊。对啊，还是因为它可以防御值可以用其他的去补啊，用那个词缀去补，是这样没错啦。完了，我现在完了魔法金属之后我不会丢东西哦，我现在只会一张一张丢啊。Ctrl Q 啊，我已经不会按住 Ctrl Q 了。哦、oh ，不会按 Ctrl Q 了。我刚刚 C 怎么不会往前跳去？我刚刚有拆散的，他想跑步啊。我刚刚 B 怎么打不开那个仓库？奇怪，完蛋了，大家都习惯。还好我没有，还好就玩了某一款游戏就会开始按键。没事啊，我持续的正常玩麦块的。我过阵子要按 ES 7打开包包了。完了。哇，今天难得。地下没有人哎、欸，哎呀，我已经完了，我已经完了。哦，哎、欸，那个，等一下，如果打到防爆卷啊，嗯，啊，你会拿到没有任何文字，就是跟你换是不是？是不是拿去那个、啊、我们上面空岛丢出来就好了。哦、啊、哦，丢出来它就会重置了。对。哦哦哦。蹦哦所以是紧急维修，是先修这样子，先修这样子，因为如果要修起来，它会有点麻烦。好多 ，OK， 好多，好多，哇，
每个人都被最近常玩的游戏影响到，真的。真的。Keep 在吸毒，你看，贩毒的啦。现在我就在想，要不要把那个抓鬼啊什么的，把它移到轻松生存里面。哇哦！好啊，好啊，好啊，对，好啊，好啊，好啊。可以吗？我下次先请教。那又不是强制参加的，你在怕什么？对啊，就顶多没有办法赚钻石，没有办法拿奖励，你可以用你的钻石买十字架之类的啊。我买圣木，我要买圣木。对啊，我可以烧了。可是你抓鬼要引过来，那是怎样？是最近都百鬼夜行，所以附近都可能会出怪鬼，然后你就要想办法那个拿到他的东西。详细可能就是还在规划，还在规划，但是有一些概念构想这样子啊。啊！蝙蝠，我决定那个活动，我要去挖矿一整天。他就发现说，你越远，怪兽是越高。你怎么办？对啊，你越怕，他越会跳到你面前。对啊，对啊，这是真的，不变定理。这是我们亲身经历，没错。说说你的感想，哈基。你在抽别人痛苦？我已经不是尽量不怕了。没有你内心上鬼跑来车上想来找我，你超扯的。他怎么跑到？你的内心深处，他闻到你的恐惧了。哎，我是不是应该要卖饲料啊？怎么了？没有啊，看到小雨摸我从我家出来，我就看到小妞伸出来了。哎、欸，我饲料自己带的。那就好，那就好。自己带饲料过去，我是自己带饲料。自助饲料，对啊。哎、欸，对，那个养那个动物没有跳，那个。哎、欸，我没有跳、欸，哎，没有跳。会完成，可是没有跳。是哦，没有跳一次两次，是不是？对对 对, 对、啊，没有跳出来。哎、欸，我也看到繁星刚刚说的倒立飞行蝙蝠。对，很悬哎、欸，很悬哎、欸。哎、欸，真心选。哎、欸，等一下、啊。武器的话，那我很少自认不能用冲的，我是要先复利一把，再把它那个吗合成。要很少自认可以。哎、欸，等一下，已经都喂饱，被小雨喂饱了，都喂不了了。等一下。哪有？我只喂了七个哎、欸。啊，这边才几个而已。你喂太多了吧？哦，留给别人喂一下吧。啊，我拿七个小麦而已，最多成三对而已啊。啊这边很多哎、欸，那表示前一个人也喂过了，前面有人来喂过了吧？前面有人喂啊，哦，有人啊，谁呀、啊？讲那么大声，杰克是不是你啊？没有，完全没去过那里，我没那个谁啊，听起来像你、啊，对啊，你超心虚的哎、欸，哦谁啊？哦谁啊？哦，每次杰克跟我说不是他的时候都这样，什么啊 ？BOBO。我没去过哦啊，对了，那个我刚刚不知道是不是漏听，你们说那个打下来唱片是正常的嘛，对不对？还是不正常的？嗯，打下来唱片正常啊，唱片因为我打了三片掉下来，他没有写说他是什么啊，普通唱片哦、啊，这是普通唱片，没错。唱片出问题了，我一下，因为指令都有大幅更新，那比较减少不会累格。OK， 没问题。你丢那个上面太正上面，就一样丢那边就会修复吗？对，好。哇，哎、欸，我怎么不能冲装呀？请问有人要到骷髅这里吗？不能冲装，你先等，你先等一下吧。嗯，好。嘿咻嘿咻嘿咻！我要去野外找动物了。你可以透过你还可以去我的第一个家的底下的小鸡啊，你可以喂蜜蜂啊。对，小鸡耶、哦啊，但是那个小鸡很少只啦，很少、啊，不然那个啊，养鸡场啊，养鸡场啊，那个养鸡、欸、场都喂过了，啊，你喂过了，哇，你到底要喂多少东西啦？哎、啊欸，不是啊，我就想说，喂完养鸡场没有跳，只是我想说是怎样出问题了吗？我就上去喂了牛，然后上去看就啊，原来已经解完了 啊，没事啊，没事啊。哎、我是不是把城这里该喂的全部都喂过一轮了？妈养的跟气球一样，你是小鱼养的哎、欸！我决定我要去喂我家自己的狗。哎、欸，对啊，你家里不是其实有养吗？是有养狗啊，但是就想说肉那些可以喂喂，到时候可以宰来吃啊。哦，对你记得要适当的啊、嗯、啊，合理啦，因为允月的烤肉不见了啦。啊、对，还是还是允月你还有，我他有啊。哦，他有，那还好。他现在要
找出是哪一只吃的啊，挖开肚子啊。哦，把他肚子挖开。你要锋利挤啊，酱油。我也不知道。啊，你不是你说那个横扫之刃是要先附到横扫之刃再去附断断招哦，才可以。会附不上去。啊，会太贵了。你是不是都没听人讲话？哎，你是不是想要三百六在讲话的时候被人家打断，被你们那个说动物那个等等等等等一下等一下打断？嗯，抱歉，我道歉，我道歉。啊，你所以我要先去附横扫之刃哦。你的可以东西都一起付一付啦，你前面先付好再冲，或者是你先另外付另外一把，然后现在先把它叠上去。嗯，也是。如果你是要他的那个附魔的话，嗯，我是直接办法啦，办法啦，啊你听有无？怎样？所以今嘛拢爱讲台语嘛。没有啦，没有啦，干嘛呢？那我可能就没办法讲话了。干嘛呢？哎，哦，好痛哦！干嘛呢？干嘛呢？你在干嘛？我在强制让小鸡长大。哦，你说你一直喂它吃那个是不是？对，会吗？它会有那个特效啊，有那个特效啊，它所以会长大吗？可是它会比较快长大，可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强制这样子瞬间长到最大，不会直接塞到。我只知道马跟驴可以哦。小鸡好像是你每喂一次是算比例减少它的成长时间，是哦，哦，好像是以比例去减少，所以你越喂越多，它减的时间越少。那到这，所以是没办法靠喂长大嘛？还是可以？就是减它的食物，它就是还是最后还是会可能第一次喂可能是假设它十分钟嘛，第一次喂可能扣五分钟，就算剩五分钟，第二次喂扣二点五分钟，变但是剩下两分半这样子。哦，来酱油有听得懂吗？扣一样的，来酱油有听得懂吗？哎，我先问问题哦，我只锻造，我已经锻造过了，是不是就已经来不及了？是啊，你要锻造的话，要么就是用其他的那个铁针，铁针放右边，横扫针放右边这样子。那我这把来不及了，你只能用新的了。对啊，那算了，我不锻造了。你说钻灰金哎，你说哪一把剑？我不会帮你试啊。没有啊，我刚刚去合成，他已经说太贵了。哦，那没办法，那没办法，来不及。那算了，他已经写太贵了，怎么办？他已经是。如果用那个嘞，用磨的把它磨掉，附魔全部磨掉嘞，一样啊，那没办法，它有隐藏数值在，它会累积出来。哦，游乐设，嗯，丢丢丢，这很少真的是好东西吗？还是不好？我觉得还好哎，我也没有啊，偷哎，就看你没有哎，那个很高阶不是可以记录三百六吗？很爽哎。你挥一下就很广哎、欸，嗯，这样也蛮开心的、啊。然后再配攻速很快的吗？左键按住就好了。真的哎、欸，如果有负的，你去洗它也是负的吗？负什么？就是攻击速度吗？攻击速度那个没差，那个没办法笨的，那个是没办法的，它一定会是负的。对，它一定会是负的。那是因为你那个我们正常玩麦块不是自己合成那个钻石剑，它虽然没有写那个攻击速度多少。但是它有一个隐藏的数值，我只把那个隐藏数值拉出来让大家看到那个红字而已。哦，杰克你怎么了？听不下去了吗？杰克，杰克断线，杰克断了。我觉得我打断线，我觉得啊，杨洋应该也断了，断了。也断了，我稍早断过一次了，我应该是没。那我很危险哦。对，现在就是断线的一员哦。哦不，要手牵手一起断线了。你要嘿嘿嘿，你还先睡觉啦？当时我真的害怕。然后这音乐就很忙。刚突然说一直秒断，一直秒断，不知道什么。刚刚 DC 音乐也是断。没有，刚刚骇客占了你的频宽啦。他刚黑黑了一下。对他黑了一下，然后被我骂说你等起啦。
滚啊滚啊滚啊，所以我现在是被骇客附身，所以我要找所有人然后我去讨一些东西嘛，不讨不到我就把他杀掉啊。哎，凶巴巴耶，反正他要的只有石头而已，不是吗？给我石头，给我九条。刚才大爆炸吓死我了。啊，我终于要来。我刚才他刚刚也断掉啊。我直播也是红灯这样子。哦，那就是你那边网络真的爆炸了，就不是我们这边的。好像是因为我爸妈在外面看鬼灭，然后看鬼灭，我看到一个摩托。摩托车不是通常有些人用架子吗？我看他手机立直在看鬼灭，我都很恐怖哎，那骑车在看鬼灭，我都天哪！你可以回家看啊，很危险呢。他骑车看呢，太危险了。把他拍下拉红，真的，真的。我说你在看鬼灭之刃，这样太危险了。超危险啊！我在想说，为什么它画面会一直动，然后也不像地图之类的东西，好可怕哦！真的，移动神主牌，真的哎，超可怕的，对我复仇的东西，对，太恐怖了吧！它是移动神主牌啦，对啊，神主，神主，你笑到怎样？天哪！你们是被戳到是不是？怎么了啦？你好意思说人家也常被戳、欸？想到其他东西了。啊？嗯啊？什么东西？我说江江好意思说人家你也常被戳哎、欸。所以现在江江估计还有用吗？没有啊，现在没有。哎、欸，真的没有用吗？这个笑的笑屁呀、啊！选你的、啊，哇，被骂笑屁呀、啊！哇，笑屁、啊！哇，派派派呢？派派，最近学坏了。哇，杰克，生气了，完蛋了！他太难过了，他死了，太难过了，完了！天哪，他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你看，你的笑声是一模一样，开心，他笑得多开心！我真的做掉了，这样。哇！啊，终于走了，哎。来。处理了那么久，我的天哪！你看你的笑声，完了，糟糕了！有点一，效果显著，效果显著，效果是不是显著？效果显著，很好。不知道效果显著，哈基，你要不要送我那个啊礼物啊？哎，宝可梦啊！哦、我是等不到你的礼物哎、欸，没有，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好友一直加爆多哦，没有礼物了吗？十个，我就是说懒得就直接上面数来前二十个按这样子。所以你们现在你们两个有还有在玩、喔？我偶尔、啊、都在玩吗？偶尔哇，我偶尔上去抓一下，嗯。我只记得我只知道你之前玩的比较勤的时候，你不是都天天晚上都跑出去？对啊，出去吃宵夜顺便抓。对啊，这样还不错。嗯嗯，还有在撞到那个吗？没有啦，撞告示牌那个啊，不撞那个告示牌。哎、欸，可是老实说，上一次跟你们出去吃那个，哦，怎么跟你们一刚好出去吃，刚好碰到那个差点打起来的妖叔，吓死了。你说那个旁边那个三重，对啊，那情侣在吵架什么的，就是那种，他是一大坨哎、欸，大坨三重特产、嗯。对啊，就很像是那种刚吃完，然后可能有些人有喝酒，然后就开始打剩一家这样妖叔。哇哇，换小雨了，换小雨了。没有啊，两个，因为我刚看。拼不过去，对，拼不过去、欸，怪怪的。可是我现在网络是稳的，还是我拉面谢雨石？可以，好啊。这样我们是要先全部登出？嗯，其实也没差啦、哦。真的假的？我从开拉面了、哦，来，来看一下会不会爆炸啊、哦！我开箱子看看，啊、哦，箱子开不起来了，赞呐、啊！我刚刚就是打甜菜，发现不会掉。你知道，我刚刚是那个飞翘吃，然后那个速度永远不会降，然后我就一直磨地板，在地上摩擦，断了，好了 ，Happy Soul 抽箱子了，这个时候11月了，我们可以对 Happy Soul 领箱子了，他没有十二十抽了哎、欸，
已经可以，已经可以进来了，已经可以进来了啊！哦、okay. 啊，这么快，蛋姐来啦！我看到杰克登录了 Happy 手，理一下吧。蘑菇宠物，我进来就卡住了，我的老妈，我回来了，我的老妈。所以他没有直接全部开的喽，还是有？哦，有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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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在哪里啊？我怎么找不到、啊？在左边，你二十个。嗯，我没有、欸。刚点进去，地图吗？啊！我刚抽了两颗，哭啊！是二十八个，那你就留着吧，你就只能慢慢开了。哎、欸，你慢慢开很麻烦、欸，都会有人抢。对啊，真的。我的飞天墨鱼还在吗？飞天墨，他刚刚缓缓的在我面前慢慢一个一个跟瓜牛一样飞，就很可爱。啊，做金苹果。哎呀，我刚刚还是白天的，怎么变晚上了？是开始扩建了吗？我开始对啊，我开始在慢慢盖啦。我想说这边实在荒废太久，弄一下好了。因为我发现我的钻八幸运稿感觉应该遥遥无期啊。完了，我要开始磨地板了。完了，那你完了。好，我刚也卡一下。拉面坏坏。坏坏。奇怪，拉面人是不是怎样？他觉得人那个开始变多了，都在用他的，他就开始欧北来。欧北来需要我了吧？没办法、欸，那个频宽不够的话，嗯，我觉得你要一开始如果没想到这么多人会使用他的，就是相对设备没那么好，就而且他大部分人都是免费用，他这样子其实他有付费版吗？我不知道哎、欸，付费版吗？好像没有哎、欸，因为总觉得他好像就只是好像之前那个开发人就只是觉得说哦那个就是好像就是什么蛤蟆侠那种的都太难用了，所以他就自己做一个的样子。他进多少这样？我靠嘞！嗯，那应该是偏那种赞助型的吧？嗯，有音响赞助的赞助。老实说，那种连线的之前稍微学一下，它不是架设伺服器那种的。它、啊、是那个我把关起的吗？对，它等于是架一个通道，就是从你家到他家，像音乐一样挖了一个地下道这样子。你说 P to P 那种哦？类似那种，就是直连通道，但 是你这样子挖怎么上去？对不起哦。我想说，我把卡在底下、啊。看看，对不起，因为我们在克难的打僵尸。在忙。不要急，他在忙。那你们在忙，所以我过来了。很急，我听到在忙的声音了。我来了，你下了，我来喽。不用担心，我来了。那个人来了，你怎么那么困？这叫落井下石吗？我要。很难打，这里可以打、欸。哎呦，痛！哎呦，啊，把刀腰啦！0.6的0.6，好饿啊、哦！好饿。哎、欸，你的很痛，抱歉。听到有人被殴，他就要被退了，他就要被退了。他就拜。没有，他看我，他主要是看我。啊！尽量。现在哈基是危险人物。他一直都是啊。太可怕了。啊！受伤了。他再危险一点 ，FBI 就来了。哎呦！不是已经来过了吗？有来过，我不知道。你怎么了解？50颗。我是三颗，打电话举报的。哦，所以就我们三个。对啊。啊，看一下啊。啊，我身上是几颗啊？哎，现在最高的幸运是谁啊？那个小雨，小雨就是8的嘛，对不对？我身上几颗？7。哦，7。对。有问题的啦。怎么了？要放回去吗？这个是里面刚点。所以是包含三颗。对，包含这个。分三排，等一下我放回去。好，哎呦，等一下哦，这样，等一下哦，还没有，好，144秒，什么东西？我在算光碟，
我在算那个时间光碟啊 ，T4 的版本。好牛呀！好牛啊！我牛了十趴。我想问你，你充了多少钻呢、啊？爆装啦！有没有有没有七组钻被你充掉之类的？没有那么多吧。Oh. 我前面那个充到加六，充到加七，充四次，后面知道要合成啊，我就没充了。哦，你就留着这样？没有吧，我就把它弄掉了，他就回到五了，他然后之后就，对啊，难受了，好吧，看会不会再爆一次？这个小鬼，看会不会再爆一次？他再爆一次，你这可以洗钻石的，那点反应都没有。对你不是有两个蛋糕换一个钻石的？啊，我们有一个。屠夫商人一颗绿宝石换一个蛋糕，对吧、啊？哦，那不行。对，我刚就想说，好像不太行哦。这样洗下去会爆炸哦。没有，我还没洗啊，我刚就在看，我就想说，我记得好像有卖蛋糕的。很大小雨说，我已经洗了一箱钻石了。我真的要洗，我就洗不完了。我家绿宝石超多的。哎，小雨，绿宝石怎么不见了？我绿宝石要都可以直接弄成砖的那种。怕爆！怕！两个绿宝石等于一个钻石的感觉。对。哇，好赞哦！绿宝石很廉价啊，绿宝石很廉价。对啊，绿宝石随便都这样的。对呀、啊。都可以换呢、啊。直接拿一堆乌龟换这一堆。金奈奈。五十克金。对。五十克很好啊。老板死了。再见了，老板。再见了，老板。老板想要那个跟那个小巴的私下交易被发现了。我本以为这个手动提醒就好了。K K 的声音吗 ？K K 的声音。K K 的声音。什么叫 K K？ 关节折到之类的吗？咔咔的声音吗？哇，我就要爆了。还是骷髅咔咔声？骷髅咔。骷髅咔咔声。有没有僵尸的声音？嗯，有啊。有啊，刚刚有。没事。怎么了？没有，因为今天一直觉得你们的声音会一直都重叠到，就今天是怎么了？是我这个我也有感诶，今天感觉大家的话都在一起，对，会互相一直去抢到麦的感觉，抢到话，嗯，其实人家还没讲完就开始直接就是盖上去了。我觉得是不是有时候连线，因为有时候后置发现，因为我当时听到的声音大家听到的时间会不太一样。对的晚个一点点而已啦。对，那个是网络连线速度的关系。现在 DC 讲都没事啊。对 啊。可是后置的时候发现就很明显。好像是这样的。啊，对，不行不行。就跟你如果现在打字，就是你用喊话说，哎，三二一，大家一起打一个字，你就看到那个时间。对。哎，那我还蛮好奇的是说，就是哎，他这个 DC 如果升级的话，他那个改善画质部分是会改善这个吗？还是那个跟那个又没关系的？不一定要看他们更新的是什么，就感觉体感还好啊。不是哈基这边不是就是有升级？对啊，我记得这边是有升级的、啊，可是感觉好像都差不多，还是 DC 又坏坏了。DC 又要我们赞助更多的钱，他才会更供应正常的通话频率。正常的通话，原本是赞助一个月就可以升级，现在要赞助三个月你才能够升级哦。工会的子民们听到啦。不用啦，没有啦，真的不用啦。哎呀，走到是哦，僵尸村民啊，坏坏。他现在看到 SK 不是他的对手，他就开始欧北来，你知道吗？嗯，他现在是一家独大，确实啊、嗯。现在没有看到其他家的竞争者，现在没有什么跟他完全没有。之前还有克罗斯，嗯，现在算独大了，真的。这样代表以后可能就会蹦出来吧。新的通话软体，我跟你讲，如果有的话，搞不好大家全部都跳过去，然后最后又变成是那个他超靠复测一样，换、那个软体多钱？对啊，觉得一定会。哎、欸，我记得你们之前说是不是有不死的，还是可以那个、啊，还是可以付那个？不是跟那个很少一样吧？我记得没错的话，先不死再要先不死。因为我现在有一把有不死物，我跟你讲，你把一些先充好再去充锋利，
不死啊，最后啦，掠夺不可以，不用。很少跟不死，你可以先冲，打怪方便。哦、我找不到不死的，我要去找那个谁啊？你可以跟哈基买啊。哎、欸，哈基有卖吗？看一下。卖什么？买什么不死克星的刀之类的？很少吃冷的。为什么很少吃冷的？他很想要玩360度旋转吧，我想。没有啦，其实只是因为我手上刚好 有一把不死克星弩，因为我那把爆啦，我要冲他。啊，很少，你可以再拿一把进去付啊。嗯，但有安德塔，算蛮好付的东西啊。像有安德塔，你可以付好再去把它敲在一起啊。我遇水只有我手上这一把而已，没有其他的。哦，他是要遇水的哦。我没有意思啊，我要钻剑啊！钻剑啊！钻剑不是一大堆吗？很少吃刃有三啊，有到五吗？三啊，最高三，三啊，最高三。那我看到你在这里有卖一把，我看能不能合成。不能合成，我再吐回来。吐回来哦，你这样子的，破了先拿，然后不要直接把它退货。哇，不行，这一下我想到之前那个什么，很多人牛奶。哎，对，我就是想讲牛奶。哎，我是真的刚好有看到有人退，我很惊讶。他就是现场打开，现场退。不知道在干嘛？爽快退啊！对啊，抵制的时候啊，对吧？很扯。而且你很过分、欸、你用了影月的东西，然后也在影月家用那个，然后用失败，然后再还你，欸、我不要了，你做我用一下可以用一下不能用啊？什么意思？它一下太贵了，一下30。你要放对，你要左右放啊，左右，你要看最后被留下来是你要的。你主要的放左边，然后中间是被吃掉的。嗯，对。小心点，不要放错。哇，金哥今天感觉真的悲剧哎，我快不行。你先放箱子，让我们看一下属性好不好？啊，我 有些太夸张的属性你没办法，你放上下面这个箱子应该是蛮烂的吧？就下面的箱子，见了。你放漏斗里面是不是？白痴，我找到了啊，漏斗里面呐、啊。漏斗。那我放哪？就这个箱子啊，这箱子啊，这箱子啊。哦，好。我想想，我现在有这把，还有这把。哪把是愉悦的？影月是什么都没有的，后面那个吗？对，你是不是嫌影月什么都没有？这把贵很正常啊，这把贵很正常啊，所以一把五钻，哇，不是你这把已经没救了、啊，哪一把？你现在后面在闪的这把没救了 啊？啊，哪一把？后面在闪的这一把。我对不起，我刚刚真的眼珠翻白眼。我那一把要拿来合成的，我是看前面两把。不是这一把没有合，已经合不了，这把太贵了。啊！可是我刚刚合看可以合39等就可以合。哦，那对啊，他会把它全部叠掉。嗯、你加油、哦，你拿前面不死放前面，他就把它全部叠掉。啊、那我用不死。对你不死要前面，那个锋利要后面。哎，我怎么跳不上去？啊！你想说啊什么？哈！哈基，你有空吗？哎、欸，等一下，你可以传我一下吗？我怎么觉得哈基可以？啊，你看到这里有动物吗？有啊，你看哦，哎、欸，等一下，哎、欸，这为什么不？你看哦，他不理我、欸，哎、哦，这是那个之前那个动物，大家全部啊，他卡住了那个，他卡住了、哦。我想说我把带回家，结果我前的转头到时候都才在原地，你的线直接断掉。骇客后遗症，骇客后遗症。哦，这个杀掉吧。他们世界停止了。他们的脑袋没有变回来。他们被洗脑了。对，他们的脑已经被骇客拿走了。我觉得我今天来观察日记好了。你要怎么观察、啊？观察你们有什么动作？你今天就不要动了，是不是？他没有办法那个。那这样子啊，杰克，你今天的你今天的功用就是要来想话题。想话题哦，好难哦！我觉得最会想话题的是酱油、啊，那是酱油没错，但是但是今天就先换你啊！啊，你真的不行，你就要call out求外援，就求酱油我可以现在立马call out吗？不行，你要训练。哦，有好险、啊！没事没事，还好，不冲了不冲了，不冲 了，危险危险！我要告诉我今天不要冲了，钻石全部放回去，这是危险信号。哦，我刚本来想说10%不会暴动，
会呀、啊，还是会爆啊！我这样代表什么10%？我等一下去买限时的乐透。没有，这抽就不会中了。好恐怖啊！好恐怖啊！他是你在抽你的那把神剑吗？对。干什么？充死了，充死了！掠夺也有十啊！冲上去啦！不是啊，没有卷的，没有卷的，没有卷的。我跟你讲。哎呀，你运气很好啦，真的。没有卷的，没有卷才可以再更好冲啊！冲到掠夺啊！一个冲掠夺，你这三个掠夺干嘛？你干嘛？你也是上一个人没改啊，上一个人没改。我的僵尸聪明嘞！哦，你好强哦！我要 king 了，再见！我没有卷走，我不敢再冲了，10%。不用怕了，10%而已，对不对？怕而已，对啊。我怕爆，哎，怕爆！等一下，你怕爆了。我突然有一个好奇的点，哎、欸，哈记，哎、欸，这应该是上次的活动了啦。上次的活动那个骇客那个啊，啊、嗯，那个最后一颗魔法石用钓鱼钓，那是意外吗？你说活动的内容吗？就是你原本预计要我们最后找最后一颗魔法石是。钓鱼怎么找？是就是钓鱼吧？对啊，我就记得是钓鱼啊。为什么聊天室一直有人说这是意外？你刚刚这边有人说、啊、意外是大家钓很多颗才是意外。对啊，是钓很多颗才是意外啊。对啊，杰克，我的这个应该跟你哥是同一个。对，我知道，嗯、我是故意拿出来再问一次，因为我就记得那应该是正统的做法吧。魔法石 A 吗？没有，是 A 还是 C 啊？忘记了。感谢。可是钓鱼的吗？如果还是不清楚，你可以去看影片哦，影片都讲得清楚啊。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拿出来讲，就是很多人会去代替作者去讲一些他觉得应该这个系统应该是怎么样的。对啊，这个还蛮常遇到的。嗯嗯，对，因为像上次那时候我去回报那个魔法金属的有一些问题、嗯、啊，就在他们那个 DC 群讲，他们就是有人会。就是有点类似那种代替官方在帮你回复，说就是这是怎么做的哦，这是应该怎样的哦。哦，所以那个不是官方人员啊，嗯、我一直以为是哎、欸，没有，后来就是第一次管理员而已啊。对，后来管理员私底下有在讲啊，说他会再怎么修，然后再聊这样子。哦，我看到他寄后来跟人家打说，希望作者回我就好，其他管理员不用。不是、啊，我记得他寄不是把他删掉了吗？那句话，你坏的话要删掉了。我那时候看到说，哎呦，很快哦，兄弟，感觉那管理员就是我很不想跟他牵扯到任何东西，你知道吗？哎呦，也不是说不好，他的管理的方针就是，他可能已经就是那种，已经是像是客人接太久了，会有点厌世那种感觉哦。遇到其他新人进来，就直接就是用很差的口气去讲话，然后会导致人家说你我刚进来，你怎么就这么凶？职业倦怠，哦、对，职业倦怠，对对对。就跟有时候在外面遇到，就是有一些就是服务生一样啊，就是他可能刚好今天没送，然后呢，你可能是你很客气的问他，结果他给你使脸色。对，有时候真的有遇到这种的，我就好好哦。对，要干什么吗？啊，你说我吗？我现在你知道，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不是，我看起来蛮有结构性的、啊。没有，这个都是这边加一点这个好，那边加一点那个好了，然后呢就这样子冲动出来了。随意风。对，你刚说的那个让我想到，就是后面人不是都会帮一些作品做解释，像是作者们画一个人背对着海看着女主角，然后其实只是看着而已，没有什么意义。后面人就解读说，他现在内心应该全在滚床的说啊爆了。啊爆了啊爆了！然后呢？没事，继续。他内心可能在想着说，此刻他的内心一定是什么波涛汹涌，看着女主角想上前又不敢上前，他的手其实是在颤抖。你看到他旁边那一点的吗？然后其实只是作者不小心点到了吗？这自动脑补啊！代表他的手正在颤抖着，他感到相当的害怕。没有，没有这回事。然后作者在下面回答：不要瞎掰好吗？不是，我们说不好吗？瞎掰好吗？反正作者就是一直点头就好。对，说的都对，对对。比我还懂我的作品，你说的都对。我跳一下、啊。嗯，为什么在翻我的箱子？因为记得上次骇客的时候注意到你箱子里面有武器啊。嗯。翻一下，翻一下。对啊。翻一下。
翻一下，翻一下啊！对啊。哎哎，酱油，嗯，你知道有人说酱油为什么可以制造这么多话题跟笑话呢？原因是因为酱油是笑话。哇！哇可能这样子好吗？还好吧。你跟我过来，让我看看你帅气的脸庞，你还会不会那么的帅？哇！笑笑笑笑笑！哎，完了啦，我要上靠北板了。哎，他自己酱油对观众那么凶，没关系，不会啦。我跟你讲，最近的靠北板常客是我啦，不会是你啦，好不好？最近还有吗？不是好一阵子了。没有，我跟你讲，那个上一次玩那个 Among Us 之后，我就预感啊，之后一定会有了啦。又要来了吗？对，又要来，又要来。你要问人家了吗？就会变成那个熊猫团团，怎么不招好自己的徒弟？他徒弟那么凶，加派呢？哎、欸，你的工具几钻卖啊？哪一个？这个？这个？啊，来一钻，一钻，哦，这秀哦，秀哦，这便宜哦，他真的不值，你真的是哈基秀秀呢，哈基秀秀，哈基秀秀，叔叔卖，哈基叔叔，叔叔卖，哈基叔叔，不是啊，就是一般抽到的钻件，然后上面有个不死五这样子而已啊，啊，还有掠夺啊，掠夺掠夺，我可以拿去砍那个啊。凋零头啊！附魔都直接去那个附魔厂，直接附魔都可以洗得到的东西啊！啊，只是需要花时间而已。这个就是佛心企业，佛心公司，佛心公司。有神装，有神装就无欲无求了。我发现那个被反省者太久了，我刚以为他要说我可以拿去砍酱油。你是不死，被砍了，你是不死族的哦。被害妄想。哇，酱油都有阴影嘞！我的天，还是你又想矛盾大对决了？来来来来来，不行啦，我现在对我的尖刺感到很不满，很想要很想要把它给弄回五。哇哦，我想弄回五，你都冲上去了，太生气了。而且对啊，你看，老天也在下雨了。那个脱衣服脱不下来。哦哦，那个你能帮我去拿？散肠炎跟白色的吗？对，你家还是我去我家？对，帮我看我家啊！如果我家都没看，你们拿你家的。好，耶！哎，对，那个被我拔掉了。你们应该暂时不会下去墓穴底下哈？不会，今天不会。好，我要把它封，我要暂时封印了。我刚刚在里面挑村民，我在很多哎、欸，我在滑地板了。哎、欸，我惊讶，打完。三组多一点，哦、三组多一点应该已经用完了，可以的，可以的。我也要去看一下我有没有。长眼三组，因为之前挖矿都是拿的。嗯，三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十七组，看你要不要。好多、哦，好啊，好多、哦。好多哦你是挖矿达人哎、欸，不管在哪里都在挖矿。打到你的房子、哦，他不开心了。没有，就打那个老板看看。我好，打老板，他们长得很像啊。打老板，听了吗？我在看伤害。哎、欸，我这个拔下来，这个好像被我删掉了。啊哦，什么东西？那酱油不是那种小雨，现在身上那个穿脱不下来啊。对，你要等下一次，等下一次才脱得下来。那你就只好等下一次。好，因为你要拿过去吗？还是我帮你运过去？哦，你帮我运过去，我在整东西，我在整地。好，那我去你家。再见。好好讲话，聊天室，好好讲话。什么？我现在帮小雨脱衣服，好好讲话。哈哈哈哈哈！挤不行不行。我先去敲隔壁的门，敲一下。结果等下小雨去敲，然后他就啊，猫的哦，完之后就开始那个嗯，都要处理一下了，嗯，处理一下，那我只要过一条街，然后到那个警察分局。哦，我先备个案啊，我先备一下啊、哦。我都是走路出去五分钟就可以备案了、哦。哇，超近哎、欸，超近。欸、那你想要出去厕所，我们就要小心被备案了。被按的之后，对，某个人的。哎、欸，我等一下回来啊。然后回来后，张宇刚刚去哪了？哦，没有，去了一趟警察局。
还是悲哀。男生说：“哦，没有啦，因为刚哈基说他站立一下，说有人找他。是不是很怪你这个？”加劲。都是别人乱讲话怂恿的，不是？这个、都被恭维。这翘翅是不是有毒啊？飞飞一定会断线、欸、我觉得翘翅飞起来本来就比较卡、欸欸、我看到杰克停在空中，还是你被那个养坏了？那个没有那么卡。哎、欸，真的，你又断线嘞、欸！我只要按一按烟火，我断了。天哪、啊！那你就脚踏实地的走路。对啊。烟火炸的是你的翘翅吗？不，它炸是你的网络。你是站很远吃东西啊？它那个咻是网络飞走的声音。哦。哎、欸，我以为是火花的声音呢。先不要。这里，这里。啊，好多哦！耶、yeah.。嗯，先借放在这。OK OK。哇，你连这个都，你真是很粉哎、欸，很粉，真是粉爆。不行吗？没有没有，可以，我只是觉得很粉而已。等一下，我就把这两个带走，然后把它全部变粉红色。啊、哦，不要，可怕。我觉得不错啊。怕吧？那也是有粉色爱好者啊，对不对？没有啦，我其实没有排斥粉色，只是就是就。就没有想要粉红色你像那个小雨啊，他就是坚决不要，那就算了嘛。哦、oh. 我不玩。所以你看到粉红色的甜点，你会就直接不吃吗？粉红色吗？是不至于啊，因为它粉过头那种的。可是如果有其他选择，我不会第一优先选它。真的假的？就因为 能把它做成粉红色的食物，我也没有特别喜欢啊。你想要不就是什么，就是梅类的嘛？梅类我觉得草莓啊什么之类的，草莓、蔓越莓，或是樱花之类的。樱花，可是樱花做成甜点都很难吃哎、欸。就是非常的味道，而且是有点酸酸的味道。就是酸酸的味道啊。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是说吃到廉价的、啊，没有是真的啊。就是樱花的产品，就跟樱桃产品都很难吃一样啊。哇，樱桃就是药水味啊。我觉得这我们都吃到廉价的了。我觉得樱桃真的是有点药水味。虽然我自己也很讨厌樱桃啦。就是樱桃，樱桃本身水果我喜欢，可是它的所有就是其他制品我都觉得加工品、啊，加工品都很难吃。肯定不是用新鲜樱桃啊。对啊，就是他想要用香料还原它的味道，然后就是药水味啊。对对、嗯，所以生日蛋糕上樱桃你们都不会吃，对不对？吃啊，吃啊，还是吃啊，还是吃。它是水果本体，我就会吃。我不会吃下去，然后喊出非常难吃。那干嘛、啊？你干嘛要吃啊？你在侮辱樱桃哦！我之前有做那种，就是做蛋糕装吃，他们那种樱桃都是那种冷，就是冷冻或罐头拿出来，然后上面刷一大堆果胶，让它看起来很新鲜。对对对，对啊，夹在蛋糕上面那种，嗯，看起来很红啊，看起来很红那种。不会，它果胶是透明的，不会看起来没有，它是要看起来亮亮的，所以它还会上一层反光那种。然后它会上一层果胶，而且你如果那个没有很好，就是水果看起来没有很好的话，它今天卖掉会刷特别厚。哦，好吃啊！咸，对啊，离职员工爆料哪一家嘛？对不对？离职员工爆料这样子。对，而且你也没有指名道姓嘛，没事没事，不要事。你也没有说是你家旁边那家嘛，对不对？你也没有说是那个对叫什么叫什么什么蛋糕店，对对哦，你也没有说是上次什么蛋糕店，什么乳酪卷被偷走那个嘛，对不对？哎、欸，也不只是乳酪卷，那蛋糕也会被偷走哎、欸。我有时候去点货，被蛋糕扫一片，我就在想啊，错帅，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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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又被都被戳了。你们说啊，要死一起死，你也吃一片这样子。我以为酱油你会说完了，我现在马上做一份出来。没有，我跟你讲，你知道有是最倒霉的事，就是他们会来查那种过期品，嗯，就是看你会不会放过期品这样。可是基本上当天可能就是当天到期的都还不会先下架嘛。嗯，对啊。一般来说所有每年都是这样，然后那一天刚好就是。他那个产品应该是差不多到，因为我们是四点拿出来的，所以他应该是四点就要下架。哦、可是因为我们还有中间解冻跟那个什么、啊，跟那个制作时间嘛，
所以会延后。结果上一个做的人，他给他写，就拿出来，就马上给他写四遍，然后制作花了一个小时。然后那时候就是老板娘叫我们改五遍的时候，然后查的人来了，直接查到。哦，这个有点尴尬，这难解释。对，真的鸡鸡。我想要跟他说，不是，其实我们这个是要到五遍，可是为什么上面写四遍？这个因为上面写四遍，那为什么写四遍？代表他是四遍做的。完了，糗了，没办法，百口莫辩，对，讲不出来了。那老板就问说，为什么被查到？我说我手速太慢了。那你要学团，藏不起来，藏不起来。我手速太慢了。哎呀，我难挤，很难过嘞。然后还我被骂了一顿，还不是我写的。然后这种是写那个人还来跟我说，哎，你怎么被抓到啊？哦，他不是你害的，他一定觉得你哦，菜比八，哦，奇怪，怎么这样就会被查到哦？在哪里啊？菜比八哦，就在坐标啊，还没到坐标啊。我找一起啊，211，真的不，真的不的，211，真的不的，我磨到墙壁，然后就卡了，对吧？哦。我现在看到那个矿物量了，我都以为是基因怪。哦，不是不是不是。是啊，叫你过去啊，叫你来挖矿哦。挖我？你是在哪里？挖好远欸，在抢什么？矿啊！矿呀！我到了，没有，等等，我懂，没有啦，我刚刚说可以是在看，我在看我的门面可以了，没有，你要说吗？哦，我跟你讲，现在话题没了，杰克，你的时间啊，好难哦。哎呦呀！哎呦呀！我想要玩一个东西，你想玩？哎呦！我来去放个四张速度的光碟哦。哦，你要跑跑超快啊！我看他会跑多快，我蛮好奇的。爆冲！你要速度几啦？我这个我是上三张 S1，一张 S2。哦，三张一阶，一张两阶。杰克的头49颗，6倍，6.75，哇哦！有箱子什么之类的，感觉他们都变音速小子了。我有，等等，刚刚有人 Q 钻石出来吗？有啊，叫我 Q 啊。你就放右下角呗。OK 啊，这样可以。我可以试试看啊，我打开。我要去看看，我要去看看。我去看。我要去看。不拿就了。速小子。OK。速小子。传承小雨。要不？因为你安全吗？我现在安全。OK。给。OK。大家都要看看那个速度到底有多快。对，然后我再帮哈基放个别的 buff。不要。帮他加个攻击力，帮他加个血量，帮他加血量。没有啦，我说烽火台啦。好，烽火台啊，好刺激哦！把烽火台关了。我要看谁会赢。哎，他讲的哦。哎，哇！不要关。那我们不能这样想出来，我们要技术性走路跌倒。群魔乱舞。哇！哎呦，酷攻，快没了！这个 boss 太好笑了。你先打，强哎！压力很大，那个 boss 别再跑了。不要我，你过来！你哇，你被封神了！对啊。哎
双倍的风车流哎、欸！哎呦，我要断线！哇，咪，这两只，这两只。哇！直接被风筝死。哎，我帮你改加速，要不要啊？哎，应该不用了。那到死角的时候就打得到了。啊！好笑啊！风筝流，风筝流。被风筝，真的被风筝。哎呀呀呀呀！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尖刺，刺死你，刺死你！这时候你需要一个尖刺，超好用哦！哎呦，好笑！来啦，加速啦！跑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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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他到角落了，有了有了有了！太好笑了！太白痴！你得加补嘞！哎，这是暴走族哎、欸！对不对啊？暴走族！啊，超暴走那种！还好我刚没加攻击力，我想说攻击力好，加上去就不得了了，真的我就爆了，对，就爆炸了。来打我呀！你打不到我嘞，我给你追哦。哦，我已经耗两个甜菜汤了。哦，好多、哦，是不是打掉两个甜菜汤？对，哦、嗯，所以如果没有甜菜汤，你其实已经被带歪了。对对对对，已经歪了、欸。极乐世界。我要去一万格。好的。拜。我怎么在一片黑暗之中？哎、欸，哎呦，刚卡了一下。卡了一下。一万格的诅咒。一万格的诅咒是什么东西？过去就会卡。所以你们这十二倍打起来是什么？还可以吗？还是打不可以啊？不行啊，不行啊！时间够的话是可以啊。特别进去是可以的。嗯，你就个别试试看啊。这样太多事情。嗯，怎么了？在笑什么？没有，在想刚才画面。哈哈哈！哈哈哈！超快。你那个很像那个什么呀、啊？那个糖豆人开外挂，然后在天空中乱飞。神仙吗？哎、欸，真的还蛮像的。有跟豆人乱飞的样子，大概就是那样吧。嗯，这个有像，这个形容好。真的。仙斗人晋级大会，可是我觉得他那个第二季更新，我觉得有一点小失望。他更新好没有，没有很吸引哎。对，就是有新关卡没错，但是我觉得太就还是就我比我想象中的还少。嗯，他可能脑子都拿去弄外挂了。至少有啊，至少节制外挂很好啊，是有感啦。他的外挂真的变少。No, 那时候玩好像好几把都没外挂，我就哇，仙斗人都回世界了。仙斗人是跟自己了，我有是去想那个糖豆人的那个人体模型。哦，那人到底是怎么塞进去的呢？人家183公分哦，注意哦，比我们都还高。183公分，你83呢？83，哇，比我们都还高呢。糖豆人很开心哦，吓吓死！有可能要打是不是？嗯嗯、我想打了、哦、只是我怕我进去断线而已。走，我们进去。这最后一次了，我这样子啊，我放了，你看一下。我 OK 啊，你不要断就好了，我 OK。我 OK， 你别断。十二倍血哦，我 OK 啊。真的假的？我来看一下好了。你看哦，不要进来了哦，拜托。好啊，来吧来吧，试一下、欸。你们先进去，我再踢好了。你有 GC 吗？你的 GC 够打吗？我看一下、哦，你要去出租一下。杰克，哈基，哎、欸、哎、欸，等一下，给我拖，还要出租啊？出租你的装，哈基，你有踢一下？哎、欸，你等一下，我们在租借装备，等一下。等你，洗澡吗？还有洗澡吗？鞋子、裤子，不、哦，好，所以这样的，有，没有问题的啦。哎呦，我差点跳癌，很跳癌。哦，哈基的味道，哦。哦，好慢哦，走好慢哦，速度型玩家。可是你有一个箭矢吗？一根就好。有啊，有啊，一根就好。啊，出发吧。好。按着在哪里？才打开想说看你在冲什么就不见了。哦，你点那个绿色的、啊、绿色的方块，要求赔偿。哦哦哦哦。
要求赔偿哦。哦，看了就会爆哦。国赔，那要怎么赔人家？太过分了。看了一眼。怎么穿冲上他的装备觉得好强哦？怎么办？有这个错觉，浑身充满力量，真的。哇，好多！啊！那个，先解决故宫吧。不是吧？不要，要换卡了。没事没事，我砍了第一只怪。你知道刚刚繁星苍影流眼泪？不会啊，我不会啊，我不会流眼泪啊。为什么要哭？两个人进来，你要打他，你要帮他打。对啊，我等下就是冲到台南去打他。哇，你这是拼诶！现场真的也是蛮厉害。你可以顺便摸布布啊。可以就看一下。啊，没有了，我没有要冲。还有死亡之眼，我停在会爆掉的前一阶。为什么啊？小雨，钻石其实也蛮多的耶。我还好吧，他前面冲的很便宜啊。嗯，前面。杰克，你好了没？前面冲一个才，等一下还有一只酷攻，好，没了没了。嗯，开打开打，你被刑怕低不要砍到我就好，不要砍到我就好。我砍到你就跑远一点回血啊！我靠，你在害我吧？我天哪！好了，我从那边打，哦，我先处理蜘蛛好了啦。他们好刺激哦，他们。哎，我要帮哈基代言，哎，你们来借啦，来，这支装备不错哦。装备好用哦，好用哦，你看。16倍血都打得赢，对，我又卡了，完了，完了，快打不赢了，完了。对，话不能说太早。哦，我回一下哦，等我一下。好。怎么是你讲好？在我在打的、欸。好，我们帮忙喊一下，我们再代替他回血。没问题的啦。哎，比照一下。哦，剩两只了。哦，不要哭。不是，鼻子很痒啊。不要哭。你在用你的死亡之眼看我，看我什么会不会死掉吗？没有，观察日记。观察死亡之眼。那你应该是要开门，然后去隔壁间坐下来看着他。那我是觉得压力有点大啦。还有没有想到什么？没事。啊啊啊！想到什么？哎，我没中你，不要打我，没中。没有，没有，我只是说想到什么，我比较好奇而已。没有，没有，没有。啊！你想说啥呀？你想干嘛？想说啥呀？想说啥呀？想说啥呀？哎，好了好了，来，你说戒指多少？十钻？还是五钻？忘了当时说多少啊？十啊，十钻啊，十钻，好啊，嘿嘿。然后给十钻之后装备没还，我就十钻卖了哦。原来是失血，失血的部分。他会跟你说，那你可以再拿十钻赎回来啊。啊你原来是十钻卖了这整套吗？嗯。哇，好赚哦！一个部位十钻这样子卖，不行啊，太便宜了。我卖给你耶，我太便宜了。对耶，新版的石半砖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了，对不对？它有两个石半砖啊，那另一个石半砖要怎么用？你要烧过？你要用平滑的吗？我这里有啊。你要烧两次？平滑的是可以用啊，烧两次、啊，要再烧一次啊，就是石头烧两次。哦，那我去跟你拿。我这里很多啊，你可以直接拿。哦，对，你是为了要经验值才烧的吗？还是？前阵子是为了经验值，后面就是为了自己的内装的问题。哦，对耶，你下面全部都是平滑石头呢。对、那他自己那个不会坏的东西还是在、哦？还是有哦。哦，好，你再销毁一下。我再销。我直接丢在副本里了。好好好。啦啦啦啦。阿基姐。那个让我想到，如果对方不还你的话，之后就会变成，哎、欸，我给你钱啦，因为我装备还我。应该是不会啦，我就直接强制把那个肾脏拿回来。可以可以。最底把防爆关掉，然后把他 kill 掉。
防喷啊，防喷啊，防喷啊，讲错了。我要僵尸村。那现在就是看他把你武器丢到岩浆块，还是你打紫衣块的？然后他直接站在岩浆上就好了。看你敢不敢 Q？ 邪恶的思想，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等等，这个洞好小。哈？没有，他记走了。他记走了。为什么？你为什么突然笑了一下？我们有只乌贼死在陆地上，他死得很好笑。啊！笑他，我的天哪！对啊。Are you sure？ 笑死了，这样的吗？可怜的，笑死他，笑死。好坏，坏哦。哦，然后你知道？哦，我还想跟你讲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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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仓也可以再烧一次。再烧一次会变什么？平滑散长眼啊，真的假的？真的有平滑散长眼？那不是四个合在一起、啊？不是合在一起吗？哎、欸，有可以烧啊，还是烧什么？烧的也是可以啊，因为那个平滑的，我刚刚直接用那个切实的弄出来。我想到不是用合在一起哦。哎、嗯、呦，真的是很久以前。怎么了？我他转角我想，我就问问那个深怪平台怎么会有个深坑啊？深坑臭豆腐啊？没有，等一下他说、啊、不好意思，让场子人了，不好意思啊，让场子人了。啊？是你们刚突然一个臭豆腐？没有，有个天使经过。哦，深坑啊，深坑啊！哦，杰克，现在是你的表现时候了，没有话题了。我真的我超不会找话题的。不行不行，你的回合，你的回合，完了，你的回合。你可以说说你的故事。被吸走了，我的想象。没有啊，什么？我的想象，你还在手上抱抱？没有。哎、欸，真的，这次那个中奖乐透啊，我可以多一个那个箱子。我天哪！我觉得有人像是力竭的哀嚎啊，有人好像力竭。耶！我拿回来。你给我拿回来！哎、欸，我哈基明就离很远，就还被他吸走。如果真的被当成奖品的话，这一次中奖的后面会只有一个蜜蜂追着。嗯，对。我来啦！来啦！哈基啦！那时候告诉好，你要花多少钱赎回这个箱子？目标，我要去副本里面躲避这一切。我要逃离这个现实。你可以就留着一只蜘蛛。我可以在你进去那一瞬间偷加一个那个速度的吗？速度吗？那可不行哦，应该会死很快哦。这是在互相伤害吗？这不是，你想要玩音速小时啊？他最后一秒进去的时候，给他按一个那个四阶的速度进去，直接被打爆。好坏，这个太邪恶了，这应该已经不是被打爆的问题了。我放几碗汤。等下十点结束，直接冲上来。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哎，四点结束，我应该赶得到最后一班高铁了。来啊，上来吃宵夜啊！好，上来吃。不要了，海底捞，我去吃猪脑。来啊，海底捞。不要，我昨天才去吃烧烤而已。哎，很好，太过分了。你们都上来啊！你们都上来啊！直接就一波吗？就下次轻松生存，直接开那个视讯直播，我们在吃烧烤哦，吃饭直播，对。哎、欸，今天轻松生存有特别活动哦，就是大家一起肉，看谁肉吃的多。那完蛋了，我先投降再说。我想你也很能吃、欸，最近还好了。哦，有夜妹了，我要去睡觉。不用怕，白天了。要白天了。对啊。哦，那我跟你们。应该天热。好。蜈蚣熊爸爸。啊！掉下来！哎呀，游泳怎么这么难呢？游泳。游泳。
对呀、啊。游泳？游泳这么难？哎、欸，游泳真的很难，我每次游都往后游，往后游。往后游？就是你知道，我明明是往前的自由式，但是我速度是我人是在往后移动的。那你很强哎、欸！我其实我也不会游泳哎、欸，会不会啊？假的，我不会游泳。啊我你知道我自由是我不会换气，我换第一口就直接溺水，直接溺水，呛到真的。那你可以要换气的时候先变成水母漂，然后没有我只会就是仰漂这样子而已。仰漂更难吧？可是我会仰漂，我觉得仰漂比较简单，我觉得也特别简单，真的。我觉得但是假如别人泼你水就死定了。哎、欸、哎、欸，我都是去做这种事的、欸。不愧是村，就是有你这种人，难怪每次都抢到。我刚刚本来想说，不愧是在搓那个，在搓啊，在搓、啊。请问你们养漂耳朵不会进水吗？不会，肺啊，好了。戴耳塞嘞。对，你本来在水里面就听不到东西了，没有啊，防止水流进去啊，应该有吧？应该是不需要了。有人戴耳塞吗？这我还是正常，除非是你就是在水里面耳朵是垂直的，不然水应该不太会进去哦。对，因为里面原本就有一些空气在里面、啊，对啊，因为你空气会在里面，团团本身就不正常喽。哎、欸，你知道我想到真的有些人可以在水里睁开眼睛不戴那个蛙泳镜的吗？对啊，有些人超眼睛很痛，因为很厉害、欸。可是只有那种游泳池的水可以吧？嗯，对。游泳池的水就没办法。有人说游泳池的水不行，因为它有那个、欸、游泳池水消毒水，有那个消毒的哦，对，会对眼睛伤害很大，尽量不要。消毒，它有时候还有尿。啊，有啊。哦、我觉得要看是看你是在哪一种，如果是那种度假村的，就非常有机会会有尿。不是有人讲个笑话吗？哎、欸，就是寒暑假的那个游泳池、啊，因为都会有那个小朋友的上课班啊，对，那种最恐怖的，他们就会觉得说这里面尿都没差。而且有些小朋友白白尿完大喊：“老师，我刚尿了。”好棒啊！没有，你要听个笑话、啊。嗯就是说，大家都有在游泳池尿尿过的经验，对不对？可是今天有跟讲出来之后，他被打，为什么？为什么？他站在游泳池上面尿尿。我的天哪！哇，这么裸露的吗？对啊，不要，这是笑话，不要学啊！这不行啊！但是我听到这个狂笑。哎、欸，其实我觉得很尴尬的是，就是之前上泳课嘛，大家那种，哎、欸，是国中的时候吗？嗯，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些人的尿特别的黄，然后那时候我在游泳池嘛，然后我就想说，等老师喊我们要去练习那个打 K 水这样，我就看到我旁边一滩黄黄的。我那个尿直接跳起来，我还看到那个手在那边拨你妈的拨，好气，好凶，你好凶啊！哎，就在你旁边哦，就在你旁边，你稍微转头一点点，就看到你的旁边可能不到一公分处有黄黄的东西。哦，观众评评理啊，这样是比我凶。哎，这种赶快跑掉，他还看我一眼，然后很像在看神经病那样，然后在手上拨。他想说。尿尿而已，怎么了吗？这样啊，这不是很正常？觉得正常，你就不要尿，奇怪，这样子。哎，你就不要尿，不要尿。Oh my！ 哦，我那时候真的是超气耶，然后后面我就开始找各种借口不下水了。女生借口很好找嘛，什么那个姨妈来哦，对啊。真的、啊，而且因为每周都有嘛。假设你星期三上泳课，那你就星期三来，那你下星期三的泳课也可以不用上了。天哪，就是刚好一周这样子吗？对，刚好一周翘两节，好会。有哎、欸，这因为这是那个我同学教我的，因为他不喜欢游泳。欸、可是我们之前老师有就是在因为这个事情有稍微跟学生吵起来，就是女生那个来，然后。我们大家明知都知道说，就是有些女生就是不想上游泳，就是故意的。有些是故意的。阿丹老师就是说，你不上游泳课，但是你还是给我再换泳衣。哦，这件事他们因为这件事吵起来。
可是他如果真的那个来，他要换泳衣也很麻烦，也很麻烦哎、欸，对，也很麻烦哎、欸。嗯，就是老师会逼他们说，就你就是给我换泳衣，你就反正不下水没差，就是在岸上然后穿泳衣，心与他们同在这样。对，可是不是啊，那个来你要你的对啊，对，就是像你们的女生会觉得就是就大家开始会跟老师吵，那老师的会议就是那个就是老师觉得说没有，我觉得老师可能只是觉得说你搞不好你没有，可是你跟他说你那个来骗人的，对，那老师不可能知道到底有没有啊，当然啊，对啊，对啊，那老师是不是男的、啊？对啊，那是不是男老师啊？是女老师啊，女老师哦，男生哦。那就更无法理解，那就真的是更难吵出结论，因为女老师就说啊，我也是女的、啊，对对对，因为如果是男的，男的说你会不会只是想看人家穿泳衣之类的，就会吵，或者是说就是啊，你不懂你是男的，你不懂女生，他是女的。那想法应该就是你们以为我没翘过泳课吗？给我换。老老的女老师就是了哦。Oh. 他说我翘的课比你喝的水还多。哦，我游泳课冬天真的是每次都觉得快死掉了。你说有超爆冷，超冷。我们那好像是他是规定说什么天气气温没有几度以下都游泳课都要继续上这样。对，我们也是冷死的。前面下水就狂抖。对啊，狂抖。对，你就不会想起来了，起来就唱那个人。对对，结束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完全不想起来。老师，我们可以再待一下吗？重点是那个洗澡的，他还没等超久，有些人在里面可能十几、二十几分都不出来，不知道干嘛。哦，哇，这倒是，女生的那个都会洗超久。对啊，我之前上课时候就是有，我们是六间厕所嘛，然后因为学生很多，然后我就看到另外五间有人刚进去，我就站在第一间等，就另外五间都出来了，第一间还在里面。哦，他们到底是在干嘛？不知道，有的女生就是洗完头发，然后再护个发，然后洗个脸，再干嘛？无微博哎，用些有的没有的。对啊，我是听那时候那个学姐说吧，说她之前有一个同学是会在，因为女生洗完头发，不是有些人会护发，可是护发有一些不是要敷在头发上面二十分钟什么吗？对，有的要等，不能直接冲掉的、对，好像会有人在里面，然后洗完头发、洗完澡以后护发，在里面玩手机玩二十分钟。而且因为你如果很晚回去的话，你下一节课就可以翘半节啊！哇，就很多这种啊，真是很可恶哎、欸！有想过吗？还要吹头发哎、欸！你知道我们之前吹头发超可怜吗？就是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吹风机只有好像四五台吧，然后我们就会头发比较短的，我们超可怜，我们都在那个吹手的那个机器上面吹头发，太可怕了！哦，你说自动烘手机那个东西啊、哦？就是烘手机啊，然后我们就站在下面，然后你就看到一排，然后四五个人在烘手机下面在吹头发，这样，超可怜，超可怜啊！啊，可是没办法，因为他们那个头发更长的，一定要吹啊，就没办法。头发有些人，我记得我那时候头发是到腰那里，然后那时候前面有一个女生要吹头发，吹了半小时，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能吹那么久，她头发只有到肩膀而已。嗯，不知道。他吹了半个小时，我们后面排了五六个人。他头发干的时候，我头发也快干了，水都滴完了。哎呦，真的是快干了，傻眼。有人直接说烘手机比吹风机好用，哎，风比较大嘛。就是，因为他的吹的面积比较大啦，主要是。就是弯着腰有点累。因为我们的那个都很高。我觉得那红手机就是专门设计来给上完游泳课的人吹头发的，它超高耶、欸！我160还可以钻下下面呢、欸，好可以哇！所以就超高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那个设计一定他就是知道，就是吹风机不够多，设计了那个红手机让大家吹。还要站在下面，那我站在那边我要吹手还要抬起来耶、欸。很好笑啊！你在我头上，对 对，比较小只的就要那个，就吹一吹风眉，然后手拿起来挥一挥这样。太高了！我真的觉得我们高中的时候真的超好笑的。我们那时候还会去跟男生抢吹风机，因为我们那时候男生他们洗完头都是像狗一样左右甩，然后就出去了。甩。甩甩啊甩，差不多就走了。那是左右甩，然后有时候不小心甩到隔壁就会然后甩回去。你看，这就是没法镜的没法镜的缺点啊，对啊。
有法进的连甩都不用甩嘞，弄一下就出去了。妹妹，我们是学校没法进，我们班有法进。啊，你们班也太严了吧？我们老师很严呢、啊。我那时候国中，我记得是我读国中的时候，是头发不女生头发不能放下来的，不能披头散发。哦，我们国中的时候也是，超过肩膀一定要绑起来。对啊，我完全没有。所以我那时候很开心，每次看到马尾，哦，好爽。可是绑马尾很不爽哎、欸，都会有白目人一直拉马尾、欸。就白目啊，我也是白目人啊。我就每次坐换位置，然后就是同一个男人坐我后面，他就每次都一直就是拉我头发，我后来就去把头发剪短。你是把头剪短，把头剪短，把手头把头剪短。他每次拉完我就要重绑，我一节课要重绑两三次哎、欸。好白目哦、喔，超气的。那个男生这样拉你头发，就对你有意思吗？没有，他只是单纯白目而已。搞不好所有人的女生头发看到他就要拉一下。不然你觉得他是肥吧？其实他有没有？没有，他每一个都拉哎、欸。那他很花心，每个都喜欢啊。每个都喜欢啊，人家可能是未来海王啊！哦，对哦，也是，他只是在乱枪打鸟而已吧？对啊，看哪个拉到最后回应，对啊，看他拉用哪个觉得哇塞，他拉我头发真是好帅哦，我恋爱了！可以把一拳包下去吗？太可怕了。然后我那时候被拉头发，就是那时候我坐，因为以前不是有些有时候很白目会翘那个椅子会翘两只这样。啊、对。然后那时候坐后面男生就会说：“哎、欸，你翘两只。”我说：“对。”他就拉我头发，我就倒了。睡的，睡的，再翘两只啊！再翘啊！翘啊！翘，很翘嘛哈！希特酱油啊，希特酱油，很会翘嘛！哇，太狠了吧！全部都转头过来看我。哎、欸，你说那个翘两只，我曾经那个时候因为体重也没很轻，翘两只翘到直接椅子垮掉，撑不住了。哇！而且是在上课的时候，好尴尬哦。那翘啊，熊猫团团。哦，你要打，然后全班的老师全部都傻眼看着我。Oh my god！ 好尴尬哟！哎，这是我一辈子阴影，好吗？再也不敢翘两只。椅子怎么做的啊？啊，同学，一辈子黑历史。对啊，真心黑历史，尴尬到爆炸。我只有小时候。国小的时候上课睡着，然后从椅子上摔下去。怎么震的？我说震一下那种吗？不是不是，我是整个从椅子上摔下去，摔到桌子跟桌子的走廊间。哇，会的。你这怎么摔的？不是很小的时候啊，好像是小一小二的时候吧。然后就直接趴在桌子上睡，然后啪直接摔下去。厉害的，超好笑的。我是以前补习班啊，或者是中国中的时候有那种。隔壁同学不在，我就把椅子拉过来，然后躺在椅子上睡。哦，你说是把他变成团团长凳子了？就两个人绑并在一起。我也会。我要救他。也是会，就是睡一睡不小心翻身，砰，直接掉地板上，掉下去了。你说到合并那个让我想到那时候我们班还有人自带棉被跟枕头哎、欸。他就跟另一个人说：“哎、欸，你打有没有睡？”说：“我没有睡。欸”哎，那这样的话，你一直借我啊？怎么了？哦、我还带枕头，我想要躺着。是想睡得多舒服啦，真的很猛哎、欸！你也是带枕头的那种哈居然会借人家的外套弄枕头。哦，对，你借外套的，我都借外套的。不是借喜欢人的外套吗？然后上面还要有熊宝贝的香精，有没有？有他的气味。哦哦。熊宝贝，我想到那时候国小的时候吧。呛到了。大
大家就都傻傻的，然后那个熊宝贝的味道不是很明显吗？嗯，然后就有个那个有个女同学，那时候她借我们班上一个很帅的男生，很多人喜欢，她就借他的外套要来烫，她就闻，然后就说，啊、哦，都是他的味道，好香哦。我们旁边的就有女生说，这个味道怎么跟我的衣服好蛮像的？没有啦，借你好不好？都是熊宝贝啦，你误会了啦。宝贝，你逗逗。哎、欸，可是那时候那个男生很猛哎、欸，那真的是基本上常常就看他被告白，就是可能走在路上，哎、欸，这个他好像叫陈什么卢的，我忘记了。哇，你为什么你又迷惑？你要讲告白啦？不能讲出来啦，有点假呀。没有，为什么会讲他陈什么卢吗？因为他长得太帅，大家喊他都是喊陈帅卢。到后面已经没有人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他叫帅卢，因为告白就是那个帅卢同学。太帅了吧！这太帅了吧！等一下，太帅了，那长怎样？我跟你讲，怎样？好好奇。我是脸盲，我看不太出来。可是那时候我有个很好的那个什么国小朋友哦，哎、啊，国小的时候，国小的时候。他就说，他就跟我说，天哪，他真的好帅哦！看到他，我真的是忍不住，到底多忍不住啊！然后那时候他也跟我说过他的烦恼，就以前很中二嘛，国小时候很中二嘛。他就说他有烦恼，我说烦恼什么？他说以后我们这两个孩子要叫什么名字？傻眼，太远了啦，太远了吧？干嘛啦？就是那个黑历，这个正是他的黑历史，我真的是。一直记得，我觉得太好笑了。好坏哦！不是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就是记得一些你觉得很好、觉得很傻眼的东西，你就会一直記得。难怪你故事这么多。一些奇怪的东西。我其实更多的故事都来自于我那个万人迷朋友。嗯，哎、欸，你说他不知道在帅什么之类的，不是吗？好，那一只猪嘞？你们不能这样点评我老公，对，一样嘛，对不对？我觉得是个受控哎、欸。你是说那个酱油吗？啊，对耶，因为他是脸盲症，然后又加上他只觉得那个一只猪很好看，那应该就是受控啦。嗯，对啊，算是。那也要看他是要头套戴起来的时候，还是拿起来的时候。对啊，你是头套戴起来的时候吗？都很帅。哦、oh, 哦、oh, oh, ，那就不一定了，那就是外貌协会了。真的假的？有啊有啊有啊。啊，那不过其实好像他们就是这一圈，其实好像还分很多，所以就真的是不好说。对、嗯、啊、嗯、对。我想应该是我也不知道、啊，我是那个没有那个感觉是真的有涉猎人才会知道啦。对、嗯，其实我是觉得一只猪真的很可爱啊。就是很单纯。哎、欸，不是有卖那个一只猪的衣服吗？掀起来就是一只猪那个、欸，好像有，有。你会想买吗？他不行吧？不是啊，他既可以买啊。哦、他既一只猪还好啊，他既掀起来就好了。他只有那只口吧？那个头套掀起来，你会看到人家一只猪很帅，但是我这只一只猪会有一只大肚子。对啊。你要那个签字笔，六块腹肌自己画。我要团团啊，团团比较适合。哇，你怎么那么多、啊？哇，师傅，你要什么意思、啊？我很壮啊，什么鬼？已经很久没重装啦、啊。那找什么？你有棕色蘑菇。棕色蘑菇植物的在这边。呵。那没不多啦。我把村民养回来。我喜欢一只猪，我现在有一只猪的抱枕，一只猪的模型，一只猪的手机套，哎呦！而且我讲到那个手机，我就气，你那个是买人家画好的图，结果那个厂商盗用人家的图拿来用的、欸，哎、欸，这很多都是这样啊，对啊，别人给我的，不是我自己买的啊，但是我朋友跟我说，你是很喜欢一只猪，我说对啊，就他不知道，然后就买了、啊，对啊，他就说那我送你个东西，我说送什么，他就给我手机套，而且这种事他一开始给我型号还是错的，我还装不下去。我觉得我是以不知情的状况下买下去、嗯、那就算了，如果知情再买下去的话还那个的就不太好。嗯，对，这种也是很尴尬。我收完以后，我隔几天我在那个他们那什么、啊、Loaf、哦、是这样的吗？就 L O F E R 的那个网站看到同样的图，哦，就尴尬了，简介。
简介了。这还是很短。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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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啊，就算了。好了，杰克，轮到你的回合了。哇，又轮到我了。你不要再扣我了。大林的。现在还有还有21分钟，21分钟，请慢慢的想啊。我吃巧克力，你慢慢来。我可以过吗？然后下一个。不行。什么？说什么？不行。你的回合。完蛋了。过了下一个还是你？那我问，可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很短哎、欸，你们会有就是收集像什么模型玩偶还是什么之类的吗？我想你先关麦，你先关麦。谁关麦？酱油，酱油，吃东西那个吧，吃东西的。开包装先关，关麦，开包装先关麦。好，我会想要，可是没有地方摆。对啊，我的话是会单只哎、欸，就。一整套会想要，但是因为碍于等一下，你说模型一整套还是扭蛋一整套？不是啦，就模型一整套啊。哦，你知道现在梦想有一种，有一种很贵，然后要组起来一尊那种五六千那一种。我之前想过、哦，是啊，你还想买啊？蝴蝶忍的，我之前就没想过。你还想买啊？你这样，我就有时候真的觉得哦，模型好香哦，可是它价格有点搜索。他那个要贵可以很贵，不是吗？对啊，對啊，我现在几万有在跑的。对啊，因为做的精不精细，那个很。可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家里地方。而且如果你真的要保存它的话，你还要一个常温的，那个稳定温度的一个。对啊，温度湿度要那个。不是那种贵的之类的。你的皮肤会变惨白哦。杰克默默的，哎，冲一下。你不要挑那种没有玻璃哦，我之前就。亲眼 看到那个人放没有玻璃的柜子，然后人家撞到，砰砰砰砰砰，哦，很痛啊、欸，很痛是心很痛，对不对？心超痛。嗯，还有，请让他远离小朋友可以摸到的地方。对对对，亲戚。我说把我自己的都放超高，可是我通常不会把它拿出来，我都还是把它放在箱子里而已。对对对，我也觉得如果买了，我一定都不会拿出来。不太会把它拿出来。其实如果你真的要保存它，你放在箱子里也不是个好方式、欸。就是如果是我，我可能会买回来，然后都不直接不要拆开，就原包装直接放着。要让它整个密封在里面。对啊，因为不然你就要防潮箱把它装着。对，你知道久了，如果没有去把它做处理的话，它其实会黏黏的。嗯，黏黏的，然后搞不好，然后关节会脆化，对，会碎掉，可怕，真的啊。其实保存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学问哎、欸，对吧、啊？真的啊，不是说啊，你买了就没事了，专业的要专业。没让我想到，之前网络上不是有一种马克杯，然后会有个那个模型放在杯子旁边的吗？啊，你说杯原子吗？你说杯原子，你说最后融化那个吗？融化的非原子，这个有点惊悚，好可怜啊！头没了，然后下半身还在，好可怕。他是装多热的东西啊，压泡面对不对？非原子放在上面压泡面，对啊，直接融掉，超可怕。我就放那个，觉得有点浪费啦，放上去烂掉了，好欲哭无泪哦。他可能原本没想到，没想到他。融化，没想到有人会拿放泡面。我是觉得没有人想到会这样啊，没有想到放泡面吧？最气的是，可能不是你自己放，是你旁边的人想说没关系，放下，然后就融了。对，直接哭，这是怎样？然后还不陪你哇，杰克，你这个，你好惨啊！哇，你抽几次啊？几次啊？四次。他是叫我不要电卷，直接上了、啊欸。上，你确定吗？你中间有那个嘞、欸？确定吗？你中间有爆一次被保下来呢？对啊。哦，我没卷啦。好吧，先这样吧。冲下去！不行啊，钻石不是这样浪费的、啊。是，不是？看看团团的那个。对啊，幸运八都变成幸运几了？那你也是有电卷啊？我是有电卷，没错啦。哦、你在互相伤害吗？那你现在是幸运几哇？六吧。
现在才五吧，没有又掉下来哦。对，你们那个副本一定要打，有机会掉强绿卷哦。嗯嗯，好没戏打，没打到。哎，对耶，这时间其实差不多该去打，我们该打了，你们该打了。对啊，强绿卷是不是也是叫什么？等一下，就强绿卷轴啊。对，他自己那边只会掉强绿卷，还是他会掉防爆卷？只会掉强绿卷啊。我刚刚打到卷轴哎，可是他是我刚刚也打到卷轴是一般的哎。对啊，一般的。哦、对，就是你把它改成什么图腾了嘛？改成图腾。我打到那个旗帜的那个标志。对对对对，就是旗帜图腾那个东西啊，一样是一个卷轴的样子啊。对。我想说是他吗？对啊，我就想说，刚刚你说他这个东西就是变成防爆卷轴，就拿上去或直接换成防爆卷轴。我也是直接换成防爆卷轴了。对啊。哦赔偿。赔偿。我刚想说，这个 boss 怎么掉一个什么魔卷图文给我？魔卷图文。所以他你这样去 Q 出来，他不会变那个吗？他就直接变成、就直接变防爆了。对啊。哎，我的是强烈。哦，是哦。啊，不好意思，还是他也会掉一般的防爆。哦、oh, ，maybe maybe。我最后那一只 boss 掉的。Call me maybe 掉啊。嗯，我是 boss 掉的。因为我刚刚打完是有一个卷轴在我身上，我想说就是防爆，就直接拿去换。嗯，很好养。又没话题了呢。对，杰克，你的回合，你的回合，你的到了。是怎样？受不了，受不了！路人的那个不是都这样吗？今天不是有赖爆炸吗？有吗？没有，没有，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好像有这件事，可是我完全都是下午的时候在睡觉。怎么爆啊？这是怎么样？不知道。就是完全传不出讯息，也收不到任何讯息。哦，骇客是不是你？有没有？没有，这个都要讲，因为说啊，没差，反正赖都没有人。敲，到时候有人说是不是什么外星人要攻略地球了，就把通讯断掉了。哎，这时候可以讲了。哎，不是没人密我啦，只是因为他那个卡住了。你只是安慰自己而已吧。我不是边缘。你只是没人找。可是你有撑很久吗？起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嗯。我觉得 LINE 还好啊， FB 爆炸才恐怖吧。我觉得要看使用者 YT， 对吧、啊？对啊，我觉得看使用者。我们一定是最怕 YT 啊，不用说了。对啊、，YT 每次后台一爆炸，我真的觉得关台都要等他才能睡觉什么的、啊、哦，真的是，真的是，没有等完心里都会不安。嗯，那我的话题就是这么的短。好，耶！我真的。生活没有很多乐趣，我觉得就很普通的在过生活。你讲我的生活很有乐趣吗？对啊，你生活蛮乐趣的、啊，你看那么多事情，可是有些是好的，欸、有些是不好的啦。其实我过的也很那个很普通，就是我那个朋友比较多。你都是在卖人啊？也算卖吧，就算是他那个什么跟，因为基本上都是我们共同发生的，就是我去找他的时候发生的。嗯嗯，对啊。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他说：“哎、欸，你真的是怪人吸引机耶、欸，怪人吸引机。”对啊，就是他吸引的人怪人吸引怪啊。像前几天他有个认识一年多的男生朋友，中途都不理他哦。然后甚至那时候我朋友分手了，他也是不理他。现在我朋友复合了以后，那男生天天打电话来：“你还好吗？你还好？你心情还好吗？你没事吗？你要跟我说哦，你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可以陪你。”人家都复合了，你是在陪什么啦？他讯息有啊那个啊，他的讯息是用波接的。可能他现在的剧情还停留在他们分手的阶段，他那也坏了，他那也坏了。我觉得很傻眼哦。然后人家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他打电话过去：“你没事吧？你在哪里？”那也好惨，是有病，有事吗？他就传电话给我看，我就觉得哇，有病哦！我的天哪，我病啊！就是、我突然被围剿了，对啊。而且一个人怪也是蛮多的、欸，
还好，是算比较好打了，没到那么大量。好像在5-6只枯弓打完后面就好打，就是枯弓最烦呐、啊。对啊，就枯弓啊，枯弓，我就直接冲过去打枯弓，真的，也射过去啊。对，哈基，你刚刚买那个装备是哪里啊？嗯，你买装备啊？老板，老板，老板啊，老板。哦哦哦，大佐。哦，哎呀，不要！呀，这这这，哎，干嘛？我刚被一堆怪围剿。哦，下面你要补起来。我刚刚没跟你讲，下面我有那个一条有一条路啊。那个啦，墓园下面有一条路。哦，没关系，没关系。我刚刚有看到，我刚刚没有补，之后再来。哼，我说，你看现在铁矿拿来直接换钻石，所以铁资源会越来越少。哎、欸，这倒是真的哎、欸啊，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是拿去换钻石，所以我要把铁巨人弄回来。嗯。哎、欸，希特战友，嗯，还需要不死克星的钻石剑吗？不要吗？还是不要？我有了。好啊，都买，要都买。好凶哦！没有啦，凶爸爸，凶、我就这么凶？怎么这样子？我就凶，你就凶啊！我就凶呗。所以，我可以把这时候丢在这边，它就自己会停掉，对不对？它是自然清掉了。这五分钟后它就不见了。对。或者是你请它自己清一下世界掉了。它自动吗？也是蛮自动的啦。冲了冲了，耐久冲上去。耐久它不会爆装啊，就是不会爆冲了。冲了啦！冲了啦！冲了！是我看别人冲装很愉悦，哪次不冲的啦？不是他有修补，我就不用冲奶酒了。要啊！哎、欸，没有啊，你进去你打副本没办法修啊，副本的会要啦，装备要啊，武器不用啊，武器是真的不用。对啊，对啊，哎、欸，他骗我、啊？没有啊，我好多有我的武器骗你。发现我的主要打副本那把没有副修补，哈哈哈哈哈。卖太贵了吗？他是。不时刻新击退锋利耐久，那他已经没办法复了，没办法，复直接复苏也不行啊，应该应该不行啊，哦哦哦哦哦，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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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起来，十，完全没有停诶、欸！对啊，五六七八九十诶，好扯哦、喔！好猛哦、喔！按就是要按到底啦！哈弟，好猛！四周年快来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阴阳师四周年快来了！要出来！有新的 SSR， 千机要来了！千机来了！你们已经比较多了啦，已经比较多了，已经比较多了。感觉那个 SSR 哦，好像已经变成 SR 了。我觉得还好哎、欸，至少强度上还是有一点差异性啊。对、嗯，有差有差。可以复修补书哎、欸，我附上去了，太棒了！哎呦，还附了上去。哎啊、那我刚为什么要把它附耐久期？阿基，哎，等下，蝙蝠掉的唱片是一般的、哦。对啊，你要上去上面丢，就变回来了。要它一样要丢。嗯，他一样要丢哦。啊，完了，我把它标岩浆里了。你好浪费哦！嘿，我的天，你太浪费了吧！你把它丢岩浆。我因为越想说那个不知道是干嘛的。感谢土司庙的超级留言。平常不会喷呐、啊。等一下，这样子哈记，哎、欸，你拿上去丢，那我们之前有打到的唱片是不是也会？你试试看，试试看。应该不会吧？哇、哦，就、啊、是怎样？一个你没有、啊，我这是电梯下楼，是不是？你是电梯下楼呢？你相反的呢？哇、哦！你们上冲哦！再冲，快点，凤凰点啊！凤凰点，冲好久哎！冲第一啊！冲第一啊！
多按了一下啦，哎呀，按一下，他那个钱都会退给我啊，没办法，你已经点了，按了，点了，点了就没了，点了没了，想充啊？他需要费用还是不用费用？要吧？不用，应该是零，不用吗？哦，零了。你说我可以洗屏了？洗屏？你洗的可能都要被大家打而已啦。你等下，我等一下是要偷偷调一下会爆炸就。对，没有没有，你在洗屏的时候突然把那个突然那个附魔的小不要啦，把它改成别的，切换一下，切换，切换。哎，不对，盾牌只有耐久，盾牌只有耐久，盾牌只有耐久，没有别的可以的。那三叉戟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三叉戟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对他的要求太多了，三叉戟可以要求附魔啊。嗯啊，三叉戟都抽到了，然后都没有再用，就真的因为太烂了。他原石可以附到，太烂了，太烂了。他丢出去的是附魔吗？对啊，嗯，他是忠诚。不是我说，他吃的攻击力有吃锋利吗？出去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可能要问一下哦，要研究一下。嗯，还是他吃强力吗？因为他毕竟也是投射物啊。他不是我自己的吗？那你可以说他吃不吃贯穿啊？对啊，这样就可以变成串烧，串串串，没有串起来。那这样子，如果上面度负风力，然后又有那个在这会在雨中会一直转一直转那个亚图亚波涛波涛波涛，为什么突然想到一首歌啊？嚯嚯嚯嚯！大家冲起来，大家冲起来！我没有钻石啊！啊！没有钻石了，完了！停了停了，那不行了！狂按是不是？还要捡血哦！我怎么觉得我狂按的话，就会是成功成功成功，失败失败，成功成功，砰！砰！砰！嗯，这个还有耐久不会爆装，对啊，对，耐久不会爆，对，我可以爽爽按，嗯，那充一次不是64颗吗？没有没有，这个耐久比较便宜吧，我记得耐久，我来看一下外三，一三，一三，可是有些东西有修补，就真的感觉耐久好像就真的还好，我觉得盾牌啦，盾牌是真的需要，盾牌很需要。一般衣服还好，就正常的可以附出来的耐久就好。嗯，会需要附到耐久，主要是那个啦，打副本你没有把钻石可以吸到一堆经验值这样。哦，对。嗯、我还退回两等，我老妈，我相信拿钻石。生气了，生气了，该赌一下了吧？七，师傅，你的炸弹要被我花光了。没有，不可预期。有预料到是吧？有预料到。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把那些。那个家当都当做我的财产了、啊。上面他们说三叉戟伤害有特定的附魔、欸，啊，那个附魔叫什么？鱼叉，可是雷啊，波涛也都是、啊。鱼叉是对玩家跟水中生物有额外伤害而已，但是对一般怪物就不会，或者是他要泡在水里哦，或者是下雨天，哦，刚看到他卡住了。杰克，你好运好精彩哦！我是不是打到绿绿了？我不知道，但是你旁边好多了。哎、欸，你掉好多唱片，超多超多，旁边应该超多唱片。对啊，唱片掉一堆。哎、欸，绿色的还有两只。不要连我都打！绿绿的，还有、哦，还有绿绿的还在。哦，谢谢。我好黑啊！你怎么可以有一个？哎、啊、呀、哦哦哦哦，大家都在说，哎、欸，要连按呢，叫连按，要连按呢、欸，好扯、哦！哎、欸，我这慢慢按，我还退回一耶，退回一是怎样嘛？没有，他是要蹲的低一点，才会跳得越高。对，哦、好像很有道理，好像很有道理，但我觉得我蹲低一点跳起来应该也是那样。没有啊，你可以测试看看。你可以拍一部影片啊，蹲起来，蹲下来，我蹲下来再跳，说不定我会站不起来。Kuroki 站不起来，蹲下来以后我站不起来了。老了，起不来了。来检查一下，这次大家有没有都放？一二，有吧？这次都有，应该有吧？大家这次都很乖。已经准备好了，要再等两分钟。上面又有一堆一群，这怎么又升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这里，没在睡。对，嗯，对啊。那是不是该睡一下？
那么累，我不想跑。最远的，你不用跑啊，给你床，就是带张床就好了。嗯，我不想要换重生点，我打直接登出。我重生前没差，你都把 PP 人家回家是有差吗？挺有道理，对啊，好有道理哦，我的天哪，对啊，好有道理哦。哦，你要重置什么？无法反驳。要干嘛？剪。哦。啊，也是这样刷的。跑速盔甲，跑速盔甲。他在看他的剑，很微妙，就很想要输出啊，八趴，这是攻速，他是攻速，攻速剑，其实我这两我已经有两把一模一样的剑了，一模一样，就是当个备品这样子。那就冲爆也没差、啊，不要就冲啊，然后爆掉还有另一个啊，嗯、对不对？不要，这是可以冲的意思啊。没有，哎、欸，差一点，小雨，还有钱吗？没钱了，完了，停下来了。小雨，差一点，没钱的，我一样没钱的，我急了，我只要七就够了，不要求不多，团团爆了，就再弄一个团团。哈，抽奖啦！抽奖喽！要开奖喽！一号啦，一号啦！一号！五，一啊！十七姐！哇哦！哇哦！要抽羊啊！羊三次了吧？第三次吧？扯哦！哇哦！他听到我的彩蛋。我要回去拿。好爽啊！太夸张了，太夸张了，中的都拿回去啦。耶！谢大爷，耶！哎，白痴哦，墓园的楼上有骷髅骑士啊！哎呦，亮起来啊！耶！幸运钻石有了，幸运，够幸运。你以后不会让我降回二。不要害我，够三次了。你的心有，你钻石不够降回二啊？应该不够。哎、欸，啊，这不够深哦。啊，我以为缺多少？缺多少？我不知道啊。最后一题的九生石要多少？看一下，放一下。我也是三十多少问点啊？你要可能要三十一啊？我要近一点，我要三十啊。对啊，你太远了。啊！哇，你没有幸运钻石。啊！完了，烂钻石。又精怪，好了，休息了。座位，回座位，回座位，坐好了。等一下，好了，我去拿个东西。好。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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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了。好。现在风气鼓掌在刮哦，什么博客啊？消防听到了，啊，关卡的时候死掉了，笑炸了！记得去还一颗钱，小丹。我刚刚不是在飞行状态吗？有点大声呢，错觉啦，错觉。笑炸！人类都以为自己能飞啊。好啦，一颗真人石换一个钻不错了。我刚刚捡东西看到上面有那个真人石，哎、欸，太赚了吧！耍啦，赚十四块。啊，今天到这边啦，下课喽，拜拜。哇，好，等一下没有继续开，所以待会就是关台休息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啊，僵尸村民怎么那么难等呐、啊？啊，不然就是小米大队过来是怎样呢？声音跟画面有延迟，应该你的问题吧？好啦，感谢各位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